台湾新增一例本土确诊案例，在澳洲确诊机师，一家四口三人染疫。国际关注印太局势，英国证实伊丽莎白女王号五月首航将停靠日本、南韩及印度。晶片严重短缺，欧盟有意砸下百亿欧元招手英特尔、台积电及三星。英国媒体曝光，武汉病毒研究所九年前就与中共军方合作，推翻石正丽之前的说辞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